还有 C 班、D 班跟 E 班是在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的下午，在国民运动中心。这些课程精彩丰富，等待大家赶快踊跃报名。今天要表演两首舞曲，一快一慢。第一首呢是《心上的罗家》，这首歌还蛮陌生的。那其实它是藏族的一首歌曲。那罗家呢是代表是亲爱的、爱人的意思。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他们的演出。
大空间，大空间。